据说有个倒霉鬼在床上蹦迪，结果不幸被上面的吊扇削掉了脑袋。难道吊扇真有这么恐怖吗？为了验证家用吊扇能否削掉脑袋，凯莉和同事来到楼下的五金店。精明的老板向他们推荐了利润最高的挂灯吊扇，但女孩们却看上了这种工业级吊扇，因为它不仅有强劲的动力，并且全金属的扇叶非常锋利，它将最有可能将人的脑袋削掉。但由于没人尝试充当志愿者，而为了让实验更加真实，托瑞只能在屠夫手中借来一根新鲜的猪脊椎来制作假人，并且在两侧绑上带有假血的乳胶软管，以此来模拟被割破颈动脉而产生血花飞溅的效果。接下来他们在假人模具内涂上润滑剂，放入猪脊柱和假头骨后浇上组织替代胶，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假人替身就做好了。而实验时假人将从扇叶的下方向上升起，看吊扇会对假人造成怎样的伤害。首先进行测试的是普通家用吊扇，几米测试得出吊扇的速度为每小时26英里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托瑞按下升降台的开关，但由于转速太快，扇叶刚接触假人额头就被逼停，不仅没有将头削掉，造成的伤害也只是轻微的皮外伤。于是他们决定改变实验方案，将假人固定在水平滑道上，让他以平移的方式靠近吊扇。然而实验还是失败了，虽然扇叶直接砍在了假人喉部，但他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，反而把扇叶都撞断了。由此可见，一般的家用吊扇是无法将人头削掉的，那如果换上威力更大的工业级吊扇，又能否将人头削掉呢？装上去就能感觉它的力道有多强。经过测试，工业吊扇的转动时速达到了54英里，是普通家用风扇的两倍，那它又能否削掉人的脑袋呢？当托瑞启动升降机按钮，锋利的金属扇叶直接将假人的额头削掉，而经过检查，假人的头骨粉碎性骨折，或许这并不会致人立即死亡，但他一定会流鼻血。而接下来他们要让假人脖子以水平方式靠近，这次扇叶直接割断了假人的颈动脉，虽然没有让假人脑袋搬家，但造成的伤害绝对是致命的。为了实现流言中人头落地的效果，流言组决定用割草机打造一个超级吊扇。托瑞把上面的引擎取下套在一个木质的外壳里，而加利则将钢板剪切成扇叶的形状，并用仪器定位好叶片的中心点，然后将边缘打磨锋利，以便获得更大的杀伤力。将吊扇安装好后，托瑞在楼上启动了割草机，当假人接触到扇叶的一瞬间就被打飞出去。而通过慢镜头可以发现，扇叶直接砍进了假人的脖子，并随后进行了多次打击，虽然没能将脑袋砍下，但绝对可以当场开席。所以家中有吊扇的人一定不要跳得太高。最后提醒大家，实验危险，切勿尝试。据说有个倒霉鬼在铁轨上撒尿，没想到刚呲出来就被电身亡。难道电流能顺着尿道进入身体吗？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，留言组决定还原整个现场，但没人愿意对着通电的铁轨撒尿，他们只能用乳胶制作一个会撒尿的假人，因为它的导电性和人体几乎一样。亚当将仿真骨架放入模具中，然后灌入融化的乳胶，周围放上冰块以加快凝固速度。接下来他们要给假人制作一个泌尿系统，为了得到人的撒尿速度，亚当拿着烧杯亲自进行了测试，并得出释放250毫升新鲜尿液需要18.5秒。随后将塑料杯打磨后装上阀门，就成了一个简易膀胱。虽然他的撒尿速度与亚当一致，但却显得多少有些尿无力。于是他们又给膀胱套上一个气球，并用嘴将气球吹大以提供撒尿的压力，这样做出来的尿路既不会分叉又尿的精准。为对比和真人撒尿的效果，亚当当场为科学献身。通过两者的比较，假人的尿柱甚至要比亚当的更加美观，但吉米却认为人体尿液并不会传导致人死亡的电流。经过测量，亚当的尿柱直径为1/4英寸。他们将同等尺寸的软管注满尿液进行测试，得到尿液的电阻为1万欧姆，而地铁的电压为650伏特。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得出，经过尿液的电流为65毫安，这种强度的电流足以让人当场开席，所以尿液是能够传导足够致人死亡的电流。而接下来他们来到一处封闭铁路，在这里将进行撒尿触电实验，看对着带电的铁轨尿尿是否真的会触电身亡。但由于这里的铁轨没有通电，吉米将650伏的变压器接在一段铁轨上，而为了能让假人精准的尿在铁轨上，他们将假人调整至合适位置并穿上橡胶鞋子。如果流言为真，电流将从铁轨通过尿柱传至假人，当电流超过人能承受的安全值时，假人头上的继电器将会启动，从而将他击倒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亚当和吉米站在了绝缘垫上，并打开了电路开关，然后拉下假人泌尿系统的阀门。只见假人尿得非常顺畅，但并没有出现被电倒的现象。亚当认为650伏特的电压并不能穿过橡胶鞋垫，于是他们将假人的鞋子淋湿，以此来模拟下雨天的效果。重新给假人膀胱充气后，实验再次开始。虽然这次尿得很精准，但假人依然没有被电倒。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，他们脱掉假人的鞋子，让他直接与潮湿的地面相连。这次假人不但没有被电倒，反而让周围的地面充满了电流。吉米立即关闭了电源，而通过对高速相机进行分析，原来尿液落下时并没有连在一起，导致电流无法导通。于是他们换上了更粗的尿管，并将假人与铁轨的距离缩短至3英寸，然后等地面干燥后重新布置了实验。这次又能否将假人电倒呢？
当亚当拉下泌尿系统的阀门后，假人瞬间向后倒下，显然电流通过尿柱进入到了人体，并产生了致命电击。所以奉劝各位，千万不要近距离对着铁轨撒尿，因为这样很可能会触电身亡。最后灵魂拷问一下，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光荣事呢？据说磁铁的吸力能影响子弹的弹道轨迹，并且在电影007中，邦德的磁力手表不仅可以隔空开拉链，还能让子弹发生偏转。可磁铁的威力真有这么大吗？为了验证电影是否扯淡，留言组决定还原电影中的场景。因为常规的铅弹无法被磁铁吸附，于是亚当将钢柱进行切割打磨，然后压入装有底火的弹头里，这样就制作出了实心钢弹。但由于小卖部买不到电影中的特工手表，吉米只能找出了形似手表的电磁铁，并将它安装在自己的山寨劳力士中。磁力的计量单位是高斯，地球两极磁场的大小约为半高斯，垃圾回收厂的磁铁达到10000高斯，而吉米测得仿制的特工手表磁力为573高斯。可这样真的能使子弹拐弯吗？接下来亚当将吉米的排位带到了射击试验场，而为了减少手动操作造成的误差，他们现场打造了一个自动开枪装置。等手枪被固定好之后，他们首先对着吉米的排位进行了2次对照组射击，子弹沿着相同的轨迹击中同一个弹着点。之后他们将特工手表戴在了中间的假手上，看手表的磁力能否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。可当他们再次扣动扳机时，子弹却依然从之前的弹孔中穿了过去，并且在高速相机下可以看到子弹的弹道轨迹丝毫没有发生偏转。可见电影中的手表是不可能让子弹拐弯的。那么如果换成磁力超大的电磁铁，实验结果又会不会发生改变呢？下面吉米弄来了一个超大电磁铁，而它的最大磁力达到了3200高斯。等将磁铁安装固定好之后，他们对着吉米的排位扣动了扳机，但子弹依旧从原来的弹孔中穿了过去。显然电磁铁的磁力还不足以改变子弹的轨迹，于是他们用磁力高达5000高斯的女磁铁进行测试，并且单块磁铁能轻松提起160公斤的重物，而吉米一共弄来了10块这样的磁铁。亚当坚信这次子弹的路径会发生改变，可实验结果究竟会怎样呢？随着一声枪响，这次弹着点确实下降了一点点，但通过观察磁铁的表面，他们并没有发现被子弹划伤的痕迹。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，子弹在磁力的影响下出现了翻滚。为了更加直观观察子弹的偏转情况，留言组再次增加了更大的超强磁铁，并且3块这样的磁铁总磁力达到了60000高斯。随后亚当在磁铁的上方贴上了白纸，一旦子弹被磁力吸附，上面就会留下被子弹击中的痕迹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他们再次对着吉米的排位开了一枪，这时子弹终于发生偏转击中了磁铁。可尽管证实了磁力确实能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，但电影中手表吸子弹的剧情纯粹就是扯淡。据说只要车速足够快，测速相机就抓拍不到你，因为测速相机都是由雷达发出电磁脉冲，通过反射回来的信号时间差来计算汽车的速度，继而启动相机抓拍车牌号。所以当车速达到一定的数值，相机就会来不及启动。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为了让大家安心开车，留言组找来一台代表米国普通车型的二手车，为保证安全，他们给汽车加装了5点式安全带。这次实验在海军基地的停机坪进行，眼前的这套设备就是今天要实验的主角。在过去的1年的时间里，他开出了数百万张罚单，那么普通的小汽车能否用速度战胜他呢？为了避免测速相机检测不到速度，亚当用手持雷达测速仪进行对照实验。测试开始，吉米猛踩油门，汽车以1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冲过测速点，但测速相机清楚地拍下了车牌号，并准确地检测到车速，显然这个速度并不快。亚当认为吉米的技术没有发挥汽车的最高性能，于是戴上头盔开始挑战，但几轮下来，汽车的时速都在100英里左右，并都成功拍下了车牌号。看来普通汽车是无法逃脱测速相机的魔掌。秉持留言终结者的传统，他们来到了专业赛车场，因为这里的赛车性能要比普通汽车好很多。这次他们挑选了一辆超级跑车，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车吗？开过的评论区告诉我，它拥有 6.5 升的 V12 发动机。实验再次由亚当驾驶汽车，但这辆超级跑车价值高达28万美元，一旦操作失误，按照他的收入需要还65年。尽管他的压力山大，但仍然抵挡不住豪车带来的快感。为了避免子孙后代成为车奴，教练会全程陪同在副驾驶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实验正式开始。这次他能否逃脱测速相机的魔爪呢？亚当开始加速向前冲，这次他以116英里的时速冲过测速点，虽然比之前的实验速度加快了不少，但还是被测速相机开出了罚单。这样的速度显然还没有发挥出 V12 的全部性能，于是他们打算让教练进行实验。果然在专业赛车手的操作下，这台价值28万美元的 V12 开出了136英里的时速，但遗憾的是依然被抓拍了照片。然而留言组并没有打算放弃，这次他们找来汽车界的扛把子野兽号，这个拥有喷气式发动机的怪兽时速能达到300英里，可以说是在引擎上面装了个座椅。如果他都不能逃脱测速相机，那就不可能有汽车能达到。当他的引擎发动时，身后喷出巨大的烟雾，然后就以300英里的时速冲破测速点，最终在2个16英尺降落伞的辅助下才停了下来。这闪电般的速度成功躲过了测速相机。他们虽然找到了逃避罚单的办法，但现实中没有人会开这种车上路，所以超速一定会被开罚单。然而有粉丝提出几种避开测速相机的可行方法，
分别用保鲜膜、发胶和微晶板遮挡车牌，但实验证明都是毫无效果的。所以奉劝各位老司机，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。